复动漫，讲好中国故事。我是云，我是风，踏遍青山任威风，一片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我是马，我是龙，大江东去满江红，心中有天地，一蓑烟雨龙，千古传奇傲苍穹。踏遍青山任威风，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我是马，我是龙，大江东去满江红，心中有天地，一蓑烟雨龙。我是云，我是风，踏遍青山任威风，心中有天地，一蓑烟雨龙，千古传奇傲苍穹。传奇少年苏东坡，神奇的并蒂莲上集。妖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平仓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叫！想当年，在梅州，年少的我与子游乘船岷江之上，春游踏青。四川眉山，古称梅州。这里山不高而秀，水不深而清，钟灵毓秀，人杰地灵。苏东坡、苏子游兄弟就出生在这座美丽的小城。外面啊，同皇凤，并蒂莲任务。嘘，乌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东风陌上金微尘，游人出乐岁华新。开篇的两句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踏青的喜悦。人闲正好路旁饮，麦短未怕游车轮。春天的麦苗短而柔韧，不怕那碾压过来的车轮，也很有意思。子瞻，下一句，下一句。城中居人宴城郭，宣田小出空似林。哥哥，你这个空似林真是形容的惟妙惟肖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什么空似林，一点意境都没有。哦，范科，那你也来两句让我学习学习。听好了，我家船儿大又长，载着大家去游江。这诗用词倒是直白，不过你说的意境呢？我还没做完呢。爹说船钱200文，但我免费好心肠，是不是很有意境？好心肠，好意境啊！你们再笑，就别再冲我范家的大船。带我们乘船踏青，可是你昨天比文章输给我，自己答应的哦。那是我让你的。哎呦，谁打我？有吗？我们可没看到。没看到。没有。苏子瞻，咱们下次再比，随时奉陪。怎么爬不动了？快点！哇，好漂亮，太美了。来者何人？为何在此高声喧哗？道长，抱歉，我们是来这麻衣观踏青的。踏青？我这麻衣观可不是你们说进就进的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过若是能对出我的对联，
便可让你们进去。对对联，有气有气。道长，你尽管出题。对对联，我最在行了，我也来比试比试。这第一联就是“蜘蛛有网难捕雀”。我先来。下联，下联就是。有了，西街油条来两根。啊！范哥，你这是馋虫上身了吗？对不起，你们对不出下联，下次再来吧。道长，我来试试。蚯蚓无鳞，也成龙。这蚯蚓俗称地龙，弟弟好机智。哎呀，方才这句已经到我嘴边了呢，下次绝对不会输。少爷，以前练习过的对联是不是能派上用场了？快拿出来。那饭客鬼鬼祟祟的，我们去看看。肯定没打好主意。给。这次赢定了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快对对联去。走。我再出第二联。金塔巍巍，七层四面八方。我有下联，下联就是。小虫，我小虫呢？哪儿去了？玩儿在哪儿呢？范科，你这是抽筋还是抽风啊？我这是在酝酿诗意。那个。有了有了，屁股圆圆两半，一斤四两。啊！怎么样？我对出来了。背出来了，太棒了！屁股圆圆两半，少爷赢定了。对的，粗俗，粗俗。怎么样？真是太精彩了！范科，你家书童可比你聪明。道长，其实这下联已经对出来了。你看范科，玉手摇摇，五指三长两短。好，这个好。哼，你的手还没赢了我的屁股。一手摇摇，五指三长两短，有趣。我再出最后一联。昨夜本道卜卦，八卦六爻，六爻八卦，八八六十四卦，卦卦皆准。这也太难了吧！这下看你们怎么对。什么宝？六十四的，这对联这么长，谁记得住啊？少爷，是八卦六爻，六爻八卦，八八六十四卦。范科，你还是先回家去，和你家书童多学学吧。要你多嘴！什么五三六八，下次让你学到三经听。三经，范科提示的好。有了。金晨学生听点，五点三经，三经五点，五五二十五点，点点不差。真的太厉害了！赢了，主人赢了！小秀才，对的不错。你的名字是？我姓苏，名氏，字子瞻，家住梅州城内。莫非你是苏洵家的公子苏轼？苏子瞻，梅州城内最近流传的雀鼠刀名是你写的吗？道长也知道，那只是即兴之作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苏子瞻，麻衣冠，欢迎你随时来访。道长，下次你再出点难的。随我来。还没完呢，三斤都是我想到的，你偷我的，我没输。我作证。那你还想比什么？比胆量。比胆量。
这蚂蚁山上有个蚂蚁洞，听说那洞底有万丈深。你敢不敢和我比比，下到洞底去？我还怕你不成？我们再加点难度，等天黑再进洞，你敢吗？少爷，我可听说那洞里有妖怪。什么妖怪？我才不怕呢！走。哎，比胆量还带着梳头，范科，我看你是怕了吧？你先回去，这次就我范科和苏子瞻一对一。少爷，走走，赶紧。天快黑了，你们也先回家吧。哥哥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没事没事，那范科胆小怕事，说不定还没到洞口就吓跑呢。那倒是，回去吧。按计划，我们先去蚂蚁洞。是，有妖怪。范哥，我先走一步了。